生日礼物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不热也不冷，很凉快。我2006年5月30日出生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很高兴。爸爸妈妈姐姐和我一起吃早餐。早餐是炒饭、面条、牛奶和香蕉。早上9:30，姐姐带我去买生日礼物。我们坐出租车到了市中心。今天是周日，市中心一楼很多人，我们来到一家商店。这家商店有三层。这里有很多鞋子，各种颜色，各种款式，各种尺寸。我选了一双黑色的球鞋，这双鞋子虽然价格有些贵，但是大小合适，款式我也很喜欢，而且现在在打折。买好鞋子，我们来到一家蛋糕店，蛋糕店里有各种尺寸，各种口味。回到家，妈妈正在准备午饭。因为我不会做饭，所以我帮爸爸妈妈洗菜，姐姐洗碗。不一会儿，朋友们都来了。姐姐从冰箱里拿出了生日蛋糕，点燃蜡烛，大家一起为我唱生日歌。朋友们都准备了礼物。我收到了一件衬衫，一双耳机，一朵花，一双袜子，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。我非常开心，谢谢大家送我礼物。